第四节，古德怨生记。欲生我国，是阿弥陀佛从不远的西方净土传来的呼唤之音，也是我们在东方的娑婆世界回应愿生彼国的恳切之心。前面已经讨论，这里再引用祖师大德的诗记作为欲生我国的结论。这些寄语是我二十几年前所收集的，无非是将娑婆世界的苦空无常和极乐世界的安乐自在永恒性做一个对比，目的是让我们能彻彻底底认清娑婆世界的环境，认清人生的实相，而由衷地发出厌离娑婆愿生极乐之心。一，不念弥陀更念谁。第一首，日落西山暮鼓催，娑婆苦去时堪悲，事出世间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看了这首寄语，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日落西山就是太阳下山，譬喻人生由青年中年而进入老年，犹如日落西山。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过去的苦日子已经过去，现在苦尽甘来，应该安享晚年了，可是却无常逼近。无常不论是年轻也好，年老也好，是不选择对象的，并不是病了才会死，或是老了才会死。无常一到，人就会死。所以有一首寄语说，莫待老年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虽然这样讲，可是如果是年轻人，他还可以梦想长寿，还可以梦想将来前途无量，来日方长。但如果是老年人，他毕竟光阴不多，像我的年龄都比各位年长，甚至年长一二十岁，可以说是典型的日落西山。暮鼓催，佛门都有晨钟暮鼓，这个鼓开始是缓慢的敲，然后愈敲愈快，在催迫着我们。所以一个进入暮景光阴无多的人，就应该对世间的事情，譬如家业，要有一番处置，该交代的交代，该传承的传承，该放下的放下。这样的话，不管无常是早上来还是晚上来，自己已经有了准备，也就是愿生弥陀净土，专称弥陀佛名。所以无常一到，就可以撒手而行，了无细累。在二十几年前，我对《日落西山暮鼓催》这首偈子就感触很深。娑婆苦去时堪悲，娑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可以说是纯粹的苦，纯粹而巨大的苦。去就是六道，三恶道固然是苦，但阿修罗、人道、天道也同样是苦。当然，如果在三恶道纯粹是苦，在天堂纯粹是乐，而人间是苦乐参半，但推论起来，最后都是苦。佛陀开始说，人的感受有三种，一种是苦受，一种是乐受，一种是不苦不乐受。苦受一名苦苦，就是他所面对的境界本身就是苦的，堕落三恶道的众生完全是苦而无乐，而且苦重时长，苦不堪言。而人生
譬如身体病痛、感情不和、事业不顺、受人家冤枉谩骂，乃至生离死别，亦是痛苦无边，所以叫苦苦。乐寿一名坏苦。乐寿怎么说是坏苦呢？现在我们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感觉人生真是幸福，但是最后一定是生离死别，所以一生的幸福快乐最后一定是从前恩爱至此成空，昔日荣华而今不在，到那时候也是一大痛苦。不苦不乐寿，一名行苦，就是感觉到没有苦的境界，身体健康，没有挫折逆境，也没有特别痛苦与快乐的地方，不苦不乐，但内心有一种孤独、寂寞、无聊、莫名其妙的不安，那叫行苦。行就是念念牵流，念念牵流也是苦。这样推究起来的话，人生的结局都是苦，所以娑婆苦去是堪悲，这个苦就是人生的实相。人生的实相是什么呢？就是苦一个字。事出世间思维变，第一个事就是世间法，再来就是出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五戒十善，出世间法就是四谛、十二因缘、三学六度，也就是整个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事出世间法。详细的分别甄选这所有的法，结果怎么样呢？不念弥陀更念谁？不念南无阿弥陀佛，不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还学什么法？还念哪一尊佛？还持什么咒呢？世间法不能解脱，出世间法我们学不成，这样我们岂不是永无出离之缘吗？这个道理如果从法然上人选择本愿念佛集第一章所引用道绰大师的法语，就能更清晰地理解。道绰大师的那段法语说，如果念大乘的真如实相第一义空，我们根本都想象不到，未曾错心，想都不用想。那么退而求其次，小乘阿罗汉的境界，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没有份。再退而求其次，天乘、人乘也都是成就了五戒十善才能得到的果报。但是能够成就五戒十善的却又非常少。这样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道绰大师说，若论起恶造罪，何意暴风时雨？也就是说，五戒十善我们做得到的很少，如果论我们造罪造恶的话，就如刮大风下大雨那样猛烈。我们本身仔细检讨自己，正是如此。何况五戒十善即使圆满成就了，仍然是轮回的凡夫，不是超凡入圣的解脱的圣者。所以无论出家众在家众，一定要有这种自觉。世间法我们都不能圆满了，何况世间法即使圆满也不能解脱。既然世间法都不能修成了，更何况出世间法呢？这样可以说，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法能够救度我们。最后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救度的话，我们修行人不管出家在家，到最后都是极度的痛苦，
都是一片黑暗，没有希望。可以想象，我们都是必堕地狱，常在轮回，无力解脱。而弥陀愿力无穷，毫无条件地救度我们。诸佛诸法中，唯独弥陀一佛，念佛一法能救我们。弥陀是我们的无量生命，无量光明。在世上有苦难，在佛里有平安，在弥陀怀抱中，我们旧事已过，重获新生，黑暗永离，光明常照。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